好强的威压，是魔神皇。魔神皇陛下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没法成为我父亲的继承人，甚至连资格都没有。只因为我永远无法改变的人魔混血。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变强，想要主宰我的命运，改变我的人生，哪怕付出任何代价跟任何人合作，比如说跟龙团长建立更深的合作友谊。当下我可以帮你们从魔族脱困，未来我们还可以合作更多。坦率地说，你的命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只会利用你，并不会帮助你。那就利用我，对你而言只要人类获益就行，对我而言，我也不太喜欢现在的魔族呢。如果真如你所说能对人类有益，我自然也不会拒绝合作，但你可没有余地斡旋在两族之中。我知道了，龙团长。当然，等未来人类真的获胜以后，我想你可以去人族生活试试，那里才有真正漫山遍野的花。或许那时你身边还会有爱你的人，你会在那里找到不一样的归属感。好，我就当这是龙团长为我们合作的祝福了。三天后我会安排一支商队专程送你们回联盟，你们放心。那就多谢公主殿下了。来人啊，送客。子爵大人，请跟我来。好强的威压，是魔神皇。魔神皇陛下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不行，你得赶紧走。我和魔兽伙伴的联系被切断了，无法离开。糟了，一定是陛下封锁了整个月魔谷。在陛下离开前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处在他的威压和感知中。公主殿下，阿加雷斯大人让所有人出去恭迎，并要您准备一支舞蹈为魔神皇陛下献舞。看来你必须出现在陛下面前了，但是我这里只有侍女没有男人。那怎么办？或许有个办法，只是要委屈龙团长一下。你去禀报父亲大人，稍后我会带着侍女们先去化妆，然后为陛下献舞。是。你不会是想让我男扮女装去给魔神皇献舞吧？